有就是我们抽奖都是截图抽的，不是送，不是中福袋抽的。对，不是中福袋。好多宝子理解错了。截图抽奖的啊。这把伞我们2000把它抽掉。2000抽掉是吧？ Okay, 对，你现在已经1000了，你现在可以抽，给他们送一下扑克牌了，先预个热。哦、扑克牌是吧？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，帮尼克把520刷起来，点赞、关注、点起来，我们给大家抽一个扑克牌2副。没错。捷豹路虎定制的扑克牌啊，我来开始倒计时。极光有的，有现车。点赞、点关注的，赶紧点点赞、点点关注、啊，十。十啦十啦，大家赶紧帮尼克把关注和粉丝灯牌加上，我们开始给大家先抽我们这个捷豹路虎定制的伞、啊、对，我们先预热一下，2000人抽一下，我们先给大家抽2副捷豹路虎定制的扑克牌啊，10 9，赶紧把520乘起来啊，把520乘起来啊，8 8了8了，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，没有人刷520吗？你们不刷520怎么能抽到这个扑克牌呢？7 6，给大家快速把这个过掉，我们给马上要破2000人了，我想给大家抽这个雨伞啊。5，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，把520刷起来呀、啊，把520刷起来，没有点赞点关注的，一起把赞和关注点起来啊，一起把赞和关注点起来。怎么抽520啊？就这刷屏520就可以了，刷屏520啊。4，我要快给大家倒计时3秒钟了，大家赶紧把520刷起来，没有点赞点关注的，赶紧点点赞点点关注啊。赶紧点点赞点点关注，宝子们，没有点赞点关注，一起点点赞点点关注。没有送灯牌的一定要送灯牌，我们只送给我们家自己家粉丝和灯牌的宝子们啊。3，我们只送给有灯牌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家。粉丝的宝子们啊、哦。连这80后脑男孩还有这个云烟成语都没有送粉丝灯牌啊。2，最后2秒钟了，大家赶紧把我们粉丝灯牌加一加，把520刷起来哦。1，截图喽，是我们，你看看，只有开心哥中了，因为只有开心哥带有粉丝灯牌啊，恭喜开心哥啊，中了我们的捷豹路虎定制的扑克牌，把你们地址私信给我们，现直播间2000人嘞，方老师，来给大家发福袋，给大家发福袋，给大家抽着雨伞吧。好，给大家抽着雨伞，给大家抽我们捷豹路虎定制的雨伞了，大家赶紧帮尼克把我们的这个520刷起来，送的就是尼克手里面这个520这个雨伞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参与福袋，然后把520刷起来，把关注跟粉丝灯牌加起来啊，送的就是尼克手里这个雨伞啊，全自动的，全新的捷豹路虎的雨伞啊，全新捷豹路虎雨伞，10。我快倒计时喽，极光鼠老板又有多少？私信后台啊，9，来直播间2331个宝子们，赶紧帮尼克把520乘起来，把我们的粉丝灯牌送一下，关注点上，送的就是尼克手里这个捷豹路虎定制的雨伞啊。8，我一边倒计时一边给大家展示啊，送的就是这把雨伞，全自动的，今天阴雨天正好适合打我们这个雨伞出门。7。好了，我们倒计时马上快结束了，把520刷起来，没有点关注没有送粉丝灯牌的宝子们赶紧点关注送粉丝灯牌哦。6了，最后5秒钟的时间，宝子们赶紧把粉丝灯牌加上，赶紧把粉丝灯牌加上好不好？5，把520乘起来，520一定要乘起来，不乘520我们怎么能看到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呢？因为我们这直播是有延时的，这个直播是有延时的，如果你们刷得慢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刷不到各位啊，一定要把520乘起来啊，把520刷快点，而且送粉丝灯牌哦。4，没有点关注的宝子们赶紧点点关注了，我们倒计时3秒钟了。3，现在送来粉丝灯牌，给大家一分钟送粉丝灯牌的时间哦。没有给尼克点关注的赶紧点点关注。2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怎么感觉那个520刷得很慢啊。1，断弦啊，每次看你抽奖我好着急啊，他们老不刷出来520，我感觉他们现在开始送灯牌了。刚刚这个宝子叫什么？断弦这位宝子，然后如果你中的话，你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，把地址、联系方式，还有姓名，还有中的什么礼物，全部私信到我们的后台啊，全部私信到我们的后台。如果不私信的话，我们就当做不要了啊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每天会抽很多很多的奖项，我们等会还会给大家继续抽奖。现在大家可以领福袋，这个福袋也是每天中午12点2点不间断的，你网络有延迟。是大家网络都有延迟，不是我网络有延迟啊，所以说直播间的宝子们一定要帮尼克点点赞点点关注啊，一定要点点赞点点关注，好吧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徽有拿捷豹路虎的直播间啊。
么车型，告诉我，大家告诉我想看什么车型，我给大家直接看看车型。那就看我们收的这台新迈吧。这个雨伞是不是不用拿了？嗯，放着放着啊。来，我们来看我们这台新迈啊，看我们这台新迈，应该买盘子吗？你当我们是好投资啊？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徽有南捷豹路虎的直播间啊！我们来看的是我们这台揽胜星脉珍藏版啊，揽胜星脉珍藏版的这款车型。这款车型是我们的63.8这款车型啊，63.8每天才送一次吗？不是啊，我们如果等会再破2000人，我们再给大家送一次啊。如果再破2000人或再破3000人，我们还会再给大家送的，还会再给大家送的啊。现在所看的是我们揽胜星脉这款车型，63.8250匹马力的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的这款车型啊。然后这款车型外观采用的是我们夏朗德惠的外观，内饰的颜色用的也是我们的黄褐色内饰啊，黄褐色内饰。这款车的内饰非常的好看啊。不是新款，新款揽胜还没有到展厅啊。新款揽胜需要大家就是订车才能到展厅。我们现在所看的是我们这台揽胜揽胜星脉的这一款轮胎啊。它这款轮胎用的是我们的贝莱利轮胎啊，采用的是我们的贝莱利轮胎。大家都知道贝莱利轮胎是我们捷豹路虎定制的，是我们捷豹路虎定制的，而且跟我们捷豹路虎厂家是有合作的。所有的性能只有我们这款，只有我们路虎的才拥有这个 GL 这个标志的。大家如果天天看这个直播的宝子们应该是知道的，应该知道的，不要用这个袋子了啊。来，直播间现在1319个宝子们，如果等会破了2000人的话，我们再给大家抽一副这个捷豹路虎定制的钥匙扣啊，再给大家抽一个捷豹路虎定制的这个钥匙扣。如果大家有捷豹路虎车型的宝子们，肯定是非常喜欢这个钥匙扣的。明天去你那里修特斯拉，且我与你明天到我这里来买车。捷豹 XFL P200全款多少多点掌勺钢？你可以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吗？因为我在抖音直播间是没有办法给你报底价的，现在直播间1700了。1700个宝子们了，大家再帮尼克抽一抽，坐等收获。再次感谢，没关系的，发布雷行，没关系啊。中奖是你比较幸运啊，真的中奖是你比较幸运啊。现在直播间1800个宝子们了，是不是？1800个宝子们，大家如果还想抽捷豹路虎定制的钥匙扣，帮一扣起来，帮尼克把一扣起来，我来看有多少宝子们想中奖，想抽奖的，想抽奖的宝子们帮尼克把一扣起来哦。哎，这是你抽的，这个是福袋。这个波中奖的是福袋啊，兄弟们不要误会了，不是还没开始抽，你中的是什么支付券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抖家支付券吧。来，直播间现在